哦，好像听见了。打呗。我没看到楼梯，楼上。都没看到楼梯。操你妈！我操！你丢你妈！好香。好有素质啊都。六不要不要六不。捡着吧。我摔在大门口了，你来捡呀！他们，我操！干活。 直接架你，喜不喜欢？嘿嘿。陆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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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哪儿呢？不知道。哎，一边给我弄他，快弄他！你抽！我操，你不会能跑吧，哥们儿？上吗？上吗？上！我操，找我们来了！能打吗？哎呀，我操，没弹了！兄弟拉枪拉不过来了，我操！哎。 这个包呢？就前面那个呢？别，我打不了，刚好打不了，这个位置，我开枪。别！去车了，陆哥，标点山上，别出去。标点山上。地形理解不够啊，有点。我靠，这个仓库的人呢？相信陆哥。 我操！哇！还有吗？还有三个兄弟！哦，陆哥，你妈怎么从包里掏出来五颗？好嘞！招了，脚下，他要补了，他要补了，不行，我说不行。 哎，鲁哥，爬上来，爬上来，爬上来，不爬了，我操你妈，四个，炸到了吗？炸到了。OK。 你今年走走那里面，这个吧，这个吧，对对对，这蓝标有个人啊，我操，完了被栓了，兄弟，他们炸了，就把你抹呀，啊，被栓了，对，没把他秒掉，烧出来，人出来了，但是没烧到，两个人贴你了，三个人，拉开了。